心情不好，就想干点不是人干的事儿。哎呦我的妈！盘点那些挺突然的尴尬瞬间。Later。好，木木木，在哪呢？在哪呢？我给你，滚！哎呀，咋的了？心里头我看了。放屁，喂，大家都别说话了，安静一点啊！我闺蜜现在要放屁了，快放吧。啊！哎呦我，你看到没？啊！你往前瞅点，仔细瞅。哎呦我操！情况怎么样？好，你呢？那就好。那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分开？我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，你那啥？啥？我见我媳妇还得等你下班？开玩笑。新人啊，今天大哥喜提一台传祺 GS， 大空间低油耗。大哥今天第一天拿驾驶，立马找我来买车啊！感谢大哥的信任，奥利给！我操！哎，美女去哪儿？带我去你们这儿消费最高的地方，有钱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你说你陪我学习，你还急眼呢？人家家长会，人家急眼，你不会，你急眼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把你的花臂收起来，吓谁呢？哎，美女啊，你说嘛？我就一点点骚，我也不是特别骚。我叫你扫二维码。哦，你有点矛盾啊。要捡到什么？比捡到一个车钥匙更刺激吗？现在你知道了。Really nigga？ 别不爱。三八中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一个人在这干嘛？你说呢？你是来拉屎的吧？跟你说，我又在养了两只布偶。你看这个亮不亮？跟这个一样肥。它骨架够大，身长也够。这种布偶呢，也属于赛级级别的了，知道吧？你八千多买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来了，这是喝多了咋整啊？这不正好机会吗？力铁展示你男人魅力的时候，赶紧处理明白，把握住机会，老弟啊！哥，快走！这啥意思啊？你要给他鞋拿走，完了到时候让他上你家找你鞋？哎，我的妙啊，老弟！不是，这鞋七千多一双。你出来了，嗯，你长得挺好看，还配合你的气质，真的吗？来，你看俺镜子里头，你瞅瞅，还嫌你苗条，光显个腿长了，还嫌你的腰细。现在游戏吗？哦，我穿上衣裳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腰粗，就想要个游戏的。那戴着可好看，好看的很，还洋气，还符合你的气质，主要是。我说我还没穿过那洋气的呢，你先会搭配的。哦，你看，不是我会搭配，美女长得有气质。哦，谁给我送回来的？我跟你们讲多少遍了，有帅哥在的时候，我喝多了，别管我。多好的遇见爱情的机会呀、啊，又不是为了验证姐妹情深。哎妈的，烦死了！大舅哥就说：“哎，我唱什么嘛？我说你唱的什么？哎，我唱的像小四妹嘛？我说你唱的是我呗？啊、哦，唱的是你。嗯，他说你搁哪来？我说我狗来。”
快走吧，慢点，那放司机干啥？我这不得劲儿，我肚子，啊，肚子不得劲儿。他刚裂了。啊，我这。他刚裂了。小倩，大爷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吃饱了。因为我喝多了酒，才会对他下了手。一天到晚就喝酒，喝完酒你还泡妞。小姨，为什么你毛巾这块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？什么毛巾？谁让你动我东西的？不是啊，就毛巾这块就，就香香的。这不是擦脸。毛巾不擦脸，那擦哪儿啊？你管，反正不是擦脸。That's definitely going to fail on me, you two, bitch. 他问到八字的才回去了，就是啥？这个甩回去的那个，烦恼了，打老婆了呗，但是表也白不好了，就换不了了，有人上诉。好好干活，好好人赚钱去吧。没了。大劫？对，你要劫什么？劫你这个人。劫我这个人？好。去后山吧。知道我在床上有多厉害吗？我能不吃不喝躺一天，不厉害吗？哎呀，咱俩试试呗。咱俩不合适，我都说了墙里的瓜不甜，你能听明白吗？不甜没事，我蘸糖吃。我苦瓜，苦瓜行了吧？苦瓜我蘸酱吃，蜂蜜也行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到底为什么呀？我就喜欢拧瓜的那个感觉。看啥呢？我都拿空袋子。你点呢？没有啊。那下回再吃也行，是不是？反正他也走了，我把哈给吃了，别不行，那还行，那人家吃完，你别、啊！天哪！这傻！救我呀！为什么？ Lights, camera, action！ 你喝谁吧？ And I wonder.I wonder how, I wonder why. 那个胸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真美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太想不脱，你留点吧，给我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的点赞、关注、分享。